不，你像这个，如果给父母求寿，比如求寿一年的话，这个甲鱼能放多少只甲鱼能得一年的阳寿呢？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吗，师傅？你等等啊。嗯嗯。是这样的，如果父母亲没有特别大的恶业，没有造新业的话，100只，一年。好。嗯。这是菩萨特别关照的，所以希望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，听得懂吗？这些都是珍贵，都是珍贵的资料，因为这是世界上没有的，只有菩萨能够告诉我们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不懂。所以很多人有钱的人的确是有福报，想给妈妈延十年，他放1000只，对不对呀？延一年放100只，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不能造新业，不能有恶业太重的情况下，比方说过去的恶业太重也不行。比方说一个爸爸妈妈一直老老实实的，没有什么业，你给他放100只，一定活多活一年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告诉我们的信息。